荒唐，这种想法简直是荒唐，不但是荒唐而且无耻。复仇不共戴天，居然认贼作父，要学太国拳。范总干事，我不是来听教训的，我是尊重国术总会提出退会，至于我去学太国拳，那是我的自由，谁也管不了。你忘了你父亲是怎么死的？我父亲是给你们逼死的。凤姑娘，话不能这样说。我为什么不能这么说？因为你父亲是自取其辱。不错，我父亲是自取其辱，那只能怪他忽略了一个业余拳师怎么能跟职业拳师比赛。可是你们这些固步自封的老顽固，自以为中国功夫天下无敌，也不去想一想失败的因素，一味地责怪我父亲，请问这是谁的错？所以我们应该集思广益，来研究怎么样去破解泰国拳的招式。集思广益，难道你忘了中国武术界的门户之深？什么父不传女，岳不传婿，谁敢把自己的绝招拿出来大家研究？哦，听说刘师傅把所有的都传给你了。因为我父亲太开明，所以该死。诸位想一想，中国国术有几千年的历史，到我们这一辈究竟得到了多少？真正好的招式都失传了，我们还要保守门户的成见，怎么能跟别人争一日之长？所以我要去学泰国拳。那你就是看不起中国功夫。对，我是看不起中国功夫，我要学好了泰国拳来对付你们这批老顽固。站住！哎，洪师傅，我们不能一错再错。他语无伦次，目无尊长，太气人了。哎，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？不行，他既然看不起中国功夫，我就给点厉害他看看。对，非得教训教训他，不能让他到泰国去丢咱们的脸。什么时候才能团结呢？不行，这对你们是有利的。不行，我们馆长看中了这个地方，不行也得行啊。哥哥，什么事？他们一定要用我们的房子开空手道馆。你们是来干什么的？哦，这位是日本空手道东南亚总馆长井上一郎。少废话，我问你们来干什么的？听说这儿的武馆要关门，所以井上馆长要把这改为空手道馆。我不借。哎，我们不是借呀，是向你租啊，每个学生的学费一收两成。小姑娘，这个对你也有好处，你可以免费的学习大日本的空手道，比你们中国功夫强多了。哥哥，叫他们走。嗯，走。中国功夫不行了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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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凤姑娘，真是好功夫。谢谢你过奖。你这么好功夫，何必再去学泰国拳呢？不是我功夫好，是他不行。凤姑娘，我看你不必去泰国了，我们好好研究一下，替中国人争口气。不，我一定要去。你为什么一定要长他人志气呢？不是灭自己威风，一个人要承认失败，面对现实，中国功夫绝对赢不了泰国拳。胡说，你忘了你祖宗是什么人？这儿不是国术总会，你说话最好慎重一点。对你这种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，还要什么客气？滚滚滚，全滚出去！哎哎哎，你这是对谁说话？对你们，让我来教训教训他们。你们是不是想以大压小，以众欺寡？笑话，一对一。好，我就来领教领教你们这些自以为天下无敌的中国功夫。凤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们只是教技，点到为止，请。多谢手下留情，再见。凤姑娘，哥哥，这儿没你的事，你在里边休息。
凤姑娘。为止，凤姑娘的功夫我们都看到了，她一定要去学泰国拳，人各有志，不必勉强。我们回去吧。这就是你去学泰国拳的理由了，范叔叔，我去曼谷不是要学泰国拳。哦，我们要面对现实，不能否认泰国拳是有它的实力，所以我去的目的是要真正了解泰国拳厉害之处，取人之长，舍己之短，这样我们才能击败别人。哦，原来你是苦肉计啊。也不是苦肉计，我是想杀杀他们的锐气。啊，你什么时候动身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我没去过曼谷，希望你能给我介绍几个朋友。那容易，我有一个同门师兄在曼谷开武馆，我要他去接你。没人来接我们吗？也许李先生没收到信。那怎么办？不要紧，我这有地址，我们坐车去好了。你走。没来呢，也许他们不是坐这班飞机的。不会的，信上写得很明白嘛。我去查查名单看。